哎，莫大夫，小心点啊！看什么看？干活去！小心点！哎哎，小心点！小心，莫大夫！哎。莫大夫，小心点，这里头灯光比较暗，环境比较恶劣。没事儿，小心点，小心脚下。小莫大夫，你不在营地待着，跑到工地来干什么呀？看看你们工作的环境，对了解病因有好处。啊？对了解病因有好处。哦。那是谁？三班班长到，赶紧带小莫大夫去参观一下。是。二班班长到，带领家属们继续干活。是。看什么看？别看了，人大夫是来看望你们的，不是你们看望大夫的。干活。算了。把衣服脱一件给我。不就一件背心儿？那你就穿背心儿。我背心上都是窟窿。窟窿怎么了？虚荣心。申请批准了才能下来，哪能这样随便闯进来？那莫大夫来的时候，他也没跟任何人打招呼，他就瞧他那样，像是下工地的，又是短裙又是高跟鞋。穆连长，穆连长，你跟着我干嘛？快坐一面去！不不不不，高跟鞋怎么了？短裙怎么了？不耽误跑，不耽误跳的，我的速度也不比你慢呀！
这路上坑坑洼洼，不穿高跟鞋也容易摔跤。满意了吗？小心扎着脚。不会的，我习惯了，从小就光着脚走路。为什么？重庆热啊。我在嘉陵江边长大的，都是石头摊子，多伤鞋啊。我一个夏天走下来，可以省2.5块钱呢。为什么2.5啊？这你都不知道啊？一双塑料鞋2.5块。想再学医啊！我爸就是医生，还给首长看过病，所以他们都认为我应该学医。可能我真的没什么医生样，他们说我走后门，那可真是胡扯。我考军医大的时候分可高了。是吗？把妈字去掉，也许我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料。再见，穆连长。脚干嘛呀？你别贴我这么近，我又不踩你了。车上人那么挤，我愿贴你那么近啊。干嘛呀你？挤什么挤啊你？你干嘛？这是我朋友。
谢。浪费。我不是小气啊，我一个人吃不了。越这么说越像是小气。这种冰棍就得这么吃啊。有什么呀？你还好吗？挺好的。你呢？也挺好的。来多长时间了？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？也没多长时间，我被调到文化处了。我知道。大礼拜天的，你挤公交车去哪儿？给一个老战友家里边寄点东西。真是个好连长。都不当连长了，还这么操心？已经没什么好操心的了，估计接下去就更闲了，可能能闲得头顶长草，脚底长毛。那不可能，你就不是一个能闲得住的人。那你呢？你今天出来干嘛呀？图书大厦有一个书展，我平时都得上班，没时间，今天是最后一天。那你赶紧去吧，别耽误你们的事儿。这么着急撵我走，约女朋友啦？小马大夫，你别老开玩笑。叫我茉莉。叫啊。茉莉。你东西寄了吗？还没。我去看书展，你先去寄东西。两个小时以后，我们还在这儿碰头。啊？嗯。说好了。就在边上，人也不多，我也挺快的。书展昨天就结束了，我记错时间了。我请你喝汽水。啊？来一个汽水。怎么能让你老请客呢？还是我来吧。谁让你在车上救我了？我知恩图报啊。那一瓶可不够。至少得来一箱。哎，有一箱吗？有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开玩笑的。两瓶就行了，阿姨，谢谢。
己来吧。我听说这边郊区有座山，山里面好像挺凉快。是吗？啊，你没去过呀？没有。那你待会有事儿吗？没有。应该不太喜欢爬山吧？我很喜欢爬山啊，但是我又不愿意一个人来。还能一个人？我怎么不能一个人？我告诉你，我总是一个人。今天要是没有突然遇见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来找我呀？我不是怕你忙吗？啊！完蛋了！完蛋了！脱下来，鞋子给我。给我吧，一样的。走吧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走啊。走两步啊。继续走啊。挺了不起的。你有脚气吗？有，你穿不穿吧。旁边都住满了吧？啊！我跟你说，在山脚下，不瞒你说，就是我们家呀，还剩一间空房。一间。你们俩不是一起的吗？一间就不错了。你说，你看看现在这天儿，一会儿啊，准客满。要不你们俩再想想，住不住？后边还有客人来住呢。大爷，哎。要不然这样，您呢，先帮我们找点什么干的衣服，好，先把衣服换一下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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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行行，我给你们找去啊。谢谢，好，没事没事。
对不起啊，害得你光着脚走了这么久的山路。我皮糙肉厚的，脚底下茧子老厚了，真的一点都不疼。别吹牛了，光着脚啊，山路最扎脚。我怎么吹牛了？想当初我在老虎连的时候，算了，咱不提一切不对的事儿。回去睡，真的没事吗？有什么事儿？我一个人在宿舍，也不会打扰别人，也没有人找我。有人等你啊？有啊，有鬼等我。在美国呢，他不经常回来。三年没见了，就靠打电话。那今晚也会打吧？不会，我不知道。天高皇帝远的，有他没他也没什么区别。你那老提他干嘛？给我，不会违反规定吗？你没收的又没有花钱。
你这人怎么那么抠门啊？这个你还留着呢？怎么可能？那个早用完了，早扔了。是我照着那个买的。说来也奇怪，我以前特别讨厌这个味儿，现在特别喜欢这个味儿。给他打过一个电话，走吧。等等，那么晚了，你为什么给他打电话？同志，你搞过对象吗？你跟你对象从来不吵架。我们俩刚才吵架了，我跟他怄气呢，我就跑出去了。结果一出去我就后悔了，就找了一个公共电话亭给他打了一电话。这不犯法吧？嘿。你们两个把字儿签了吧。到家了。哎，待会儿可能还得下雨，我帮你把自行车扛上去。
谢谢。赶紧回家吧。你冷不冷？不冷。我好冷。杨勇，连长，哎，你昨晚没睡觉啊？你眼睛咋这么红呢？我交给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？我还没办呢。你叫。说去。这不是让你谨慎点吗？真要干公司啊？什么真的假的？别磨蹭了，路子我都已经找好了。啥路子啊？交换机。知道总机班的小赵吗？我就是因为他接错了线，才知道有交换机这个玩意儿。他们现在都是手工接线，哪能不出错？人国外早就换成自动的了，咱们倒腾过来，一台一台的卖。你知道一台多少钱吗？我呀，还是把存折给你吧，你就那点钱，倒腾光了你就踏实了。你不就是想拉着我干吗？你这点钱，连倒腾电子表还不够呢。加上你这点钱也不够。咱们还得贷款，不过还好现在有政策。一连长那边我已经联系好了，你干不干？干不干？你想想看，城里有多少个单位？一个单位一个总机班，咱们一个总机班卖一台，那得卖多少钱？那连长，我娶媳妇的事儿，你能包了不？哎呀，让他娶你吧。哎，王大夫，你好，
文婷在吗？她昨晚很晚才回来，回来就收拾东西，天不亮就走了。走了？对呀。去哪儿了？她跟我说出差。你不知道啊，我也觉得奇怪，出差怎么会带那么多东西？谢谢啊。哎，王大夫，你往他家打过电话吗？电话我打了，他没回家。走。走。王大夫。啊？吃早饭的时候见到文婷了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我跟他约好了一起，有点事儿，我一直在等他。你们俩约了有事儿？对啊。你跟他约了要干嘛呀？这是我俩的秘密。哦，弄了半天是你跟他，你们俩一块儿出差是吧？出差？去哪儿出差啊？不是，文婷昨天晚上收拾了一晚上那么大一个箱子，一大早就走了。收拾箱子走了？啊。王大夫，哎，王大夫，主任，我正找你呢。啊，给，这是文婷留下的，她要长期休病假。真不敢相信，这是一个当了七八年兵的人呢，自己请假，自己批准，没有我这个主任什么事儿了。穿着军装的时候，还能听着口令，向左转，向右转。脱了军装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撤退了。你转告他，他可以长期休病假，我批准他一辈子休假。王大夫，能给我看一下吗？你说的那个秘密，跟这有关系吗？我答应他了，谁都不告诉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我们俩知道的是同一个秘密？也许吧。文婷不是不和你来了？又来晚了。什么时候？昨天晚上。你不用这么看着我。昨天我们分开的时候，她挺开心的。我们把什么都解释清楚了。连长，一连长约好了，走吧。哎，你不下班也把单位的车开出来了，这我得批评你啊。这不是单位的车，这是我的车，单位的车那不能私用啊。小子行啊啊！你买的？咱们谈归建的时候，那时候把两辆破吉普就卖给当地车队了，我是从当地车队又买回来一辆。我真没想到能开，而且我这还加装一录音机，还能放磁带，不错不错。下去啊，下去。连长，这个车你可不能抢啊，我还指望这个车搞对象呢。我不抢，我买。我存折不是在你那儿吗？车钱你自己扣啊，价我都不问。你这跟抢不是没啥两样吗？存折我还给你，你把车给我。瞧你小气那样。哎，我就说嘛，这车不能抢，这车认人。什么破车？哎，你这技术不行啊。
对，是我技术不行。然后您开这个车吧，也寒碜。要不我来开吧。给你一天的时间修好，我有大事儿要办。不是，连长，连长，你要是害怕耽误你事儿啊，那你今天就开着。反正咱们今天是见战友，他们不会评车认人。要是换了其他人，那可就不一定了。贷款的事你跟伊连长说了吧？我说了，他一听是你，二话没说就同意见面了，说国家现在有政策，那个鼓励。我知道有政策，我找他不就图快点吗？连长，我觉得吧，这车你也能攒，要不你自己攒一个吧，你就别拿我这个，我这辛辛苦苦自己攒的，你高抬贵手，好不好？你看这车反正连火都打不着。行嘞。啊，放心吧，这车砸我手里也不能砸你手里，改天我再给你攒更好的。关门啊！团归地方的时候，我们有两辆不能开的破吉普，就卖给了当地车行。后来我又从地方车行买了一辆回来。有车牌吗？这还用问？自己看，不可能没有。减少。我点个烟。烟味真难闻。你男朋友不抽烟啊？抽啊，他以前是个大烟鬼，后来去了国外，国外很多地方都不让抽烟，也被迫戒掉了。我还以为他是为你戒的，你那么讨厌抽烟。你知道我那么讨厌抽烟，你为什么不为我戒了呢？为你搞辆吉普车都不在话下，戒烟算什么？这车是你为我弄的。你车上能听音乐吗？能，无所不能。没放磁带。这臭小子放哪儿去了？在这儿呢。啊，放吧。你爱听这个？还行吧。真的吗？大老爷们儿可不就爱听这个吗？比较符合我们的心境吧。我放了。放，赶紧放。
没像什么，我也觉得特别符合你的心境。我们大老粗就不能有这种心境了？你不打算回答我了？什么不打算回答你了？到底什么来不及了？外线接进来的电话，我们查不到的。不客气，赵姐。那个，我有点事儿，能不能替我盯一会儿？你去吧。真的，下次如果有人约你，我也替你。你去吧，没人约我。啊，那我先走了。记得早点回来。啊！总机你好，请问接哪里？还好是在这儿抛锚了，要是把咱俩搁到了天荒地老的地儿，那可就完蛋。这车可能就跑不了这么远的路，没散架算好的了。哎，你要是真着急的话，就先坐公共汽车走吧。我倒没什么急事儿。哎，你赶紧走吧，前面那不就公共汽车站吗？就在那儿。不是你干嘛呀？我说了我没有急事儿，我就是觉得这个车不应该开那么远的路，太冒险了。真没急事儿。别撒谎了，打电话就打电话呗。我怎么就撒谎了？你说话呀，我到底撒什么谎了？算我说错了。什么叫算你说错了？我怎么就撒谎了？好。你没撒谎，那你去告诉他，有这么一个人，一个退伍老铁，他正在追你。他没钱没权没出息，恐怕一辈子最大的出息就是能够把你给追上。别想说你看不出来我对你是怎么回事。你在追我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就是这么个人，恨不得天下人都喜欢你。是喜欢你很简单，
可是人家被你勾起来的情感甚至欲望，你是从来都不负责任的。你敢去告诉他实话吗？告诉他我今天是怎么拐带了你，我今天是怎么无赖的对你死缠烂打，你又怎么对死缠烂打并不反感，说不定心里还觉得挺得劲儿。你没有对我表白过啊？表白有用吗？再说我恨表白。看什么看？那看电影呢？你别！我看怎么了？再看给钱，我告诉你啊！干嘛呀你？你别理他。走走走，算了。穆剑锋。我觉得是我一直在追你啊。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你，你比我诚实吗？你还不如我呢，你根本都不愿意承认。什么更没用了？你喜欢我就更没用了。为什么没有用啊？你会因为喜欢我而离开他吗？不会。对吧？所以有什么用？喜欢一个人，爱一个人，就非得有用吗？怎么着才叫有用？幼稚，庸俗。倒酒。是。战友，一、二、三，干！干！干！仗旗堂扛旗枪，满怀豪情斗志昂扬，满心挥手过千军。都忘了我们在部队的时候的样子了吧？啊！我们都是老虎连的战士，不是怂包。
连长啊，这之前啊，总觉得转业以后就可以老婆孩子热炕头，可回来以后发现，原来自己根本不属于这个家。我这老婆啊，就觉得我不去单位，巴结领导，不出去应酬，得不到提升，工资挣的还少。咱是当兵的，当兵的只会服从命令，老老实实的干活。就这几年，光离婚，不知道提了多少次了。连长，今天是咱们老虎连战友们都想来，他们说他们不敢来，怕丢人。他们都是我的兵，我的兄弟，我的亲人。丢他们是什么人呢？没招。我一老虎连连长，每天干的都是机关退休大爷干的事儿，我心里面也没着没落啊。连长，您是我们连长，以后还是我们连长。一辈子都是我们连长，你就带着我们一起干呗。从哪儿跌倒了，就他妈给我从哪儿爬起来，对不对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们是谁啊？我们是老虎连的战士。老虎啊，老虎怕过什么？如果兄弟们还相信我穆剑锋的话，这个单我做成了，你们所有人跟着我打天下去，你们所有人跟着我好吃好喝，老婆孩子越靠头。好，跟着连长一起干，跟连长一起干，干干干干。你喜欢我就更没用。为什么没有用？你会因为喜欢我而离开他吗？不会，对吧？哎，同志，同志，啊，您办什么业务？美国长途。哦，交一下签证证，押金100。叫谁小丫头呢？我能进去吗？屋里边特别的脏乱差。我不怕。我怕。
我们出去走走吧。我在下面等你。你擦一下，换件衣服。谁小丫头呢？小赵。听那口气，小赵应该经常来找你吧？挨得近，有时候就顺道帮我打个饭什么的。顺道？顺道的人多了，他给谁都打饭吗？我一直挺照顾这小丫头的，她也把我当哥，打个饭送个汤不是很正常吗？你着急解释什么呀？我才不关心谁给你打饭呢，都给你打饭才好呢，至少不会担心你饿着。我只关心一件事儿，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不来找我？有吗？没有很长时间吧。再说，我又没什么事儿找你干嘛？非得有事儿才能来找我吗？没事的时候找我散散步。不好吗？原来你喜欢散步。喜欢啊。这条路上机关大院的男男女女都喜欢来走走，走走就变成两个人了，再走走就变成三个人了。是吗？我们俩现在这么走着，看见的人一定会觉得我们是在搞对象。你看，这条路上全是一对一对。你今天怎么总打不起精神来了？有点累了。再往前面走走，有个亭子，累了我们可以上里边坐一会儿。你对这带挺熟悉的吧？对啊，我以前跟我男朋友经常在这条路上散步。莫大夫一起出去了。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为什么这么久不来找我？忙。真忙假忙？真忙。那就好。忙有什么好？忙，就说明你是因为忙不能来找我，不是真的不想来找我。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好久没见你了，过来看看你，行吗？嗯。上次我说那些话都是胡说，对不起啊。
姑说是真的，不过让我想了很久。你说我勾起别人的感情，但是从来不负责任。我不都说对不起了吗？那都是胡说，一气之下的胡言乱语。我后来想了一下，一个大老爷们儿，心眼小的连一根丝线都穿不过去，跟一个女人这么没气量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再说了，说不定你这就出国了，咱们俩就再也见不着了。万一哪天你在天涯海角想起穆剑锋这个人，想到的都是那些伤人的话，你说多恶心啊。我不走了。你说我勾起别人的感情，从来不负责任，我就负责任给你看看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怎么了？我要负责任了，你想开始逃避责任了？你对我没有任何责任。有。爱上了，就有责任。我昨天给他打过电话了，电话里跟他说过了，我要跟他分手。你跟他说，为什么要跟他分手啊？我说他对我的批评都没有错，懒惰，学英语不长进，爱吃零食，爱打扮，这些毛病我都改不了，而且我也不想改。这是真的？是真的。不全是真的。你觉得我毛病还不够多，你还想再指控我两条？就只有这些？还有一条，不过不是我的毛病，是他的。他不同意我再当医生了，他说医生的工作太辛苦了，没有必要。我的人生要干什么，凭什么让他来决定什么是有必要的，什么是没有必要的？你说呢？你怎么不说话呢？不知道要说什么，太突然了。天有点凉了，咱们回去吧。回去吧，我一个人再待会儿。不行，你穿太少了，会冻感冒的。我不冷，我想一个人散散步。你真不冷？好吧，我先走了。走啊！
不让我走，我也得走。我还有一大摊子事儿呢。走的是谁？发现我在你这儿还真挺贱的，就喜欢拿我的热脸贴你的冷屁股。我是真的有事儿。比我撕毁婚约还重要。我就知道，我要负责任了，你就要开始逃避责任。负责是要从最基本的开始，诚实是最基本的。我哪儿不诚实了？你扪心自问，你是因为懒惰爱吃零食才跟他分手的吗？他是会认为女孩子的这些小毛病那么的不可救药吗？不会，对吧？是，他现在是不同意你继续当医生，但是以后呢？以后他要是反悔又同意了呢？那你们之间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？糊里糊涂的要跟他结束，又糊里糊涂的要跟我开始，所以你既不会结束，也不会开始。那你说，我为什么要跟他分手？我不知道。可是你应该知道，假如你真的不知道，你迟早还是会回到他那里的。我不会回到他那儿的。记得那天我们两个去捕鱼呢，回来的时候我跟你说来不及了，你还问我什么来不及了，你记得吗？当然记得。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，那天我说的是什么都来不及了，因为我已经打定主意要放弃你了。请求还是命令啊？请求。我喜欢看你发布命令的样子。你怎么可能听我的命令呢？听啊。行，那我命令你，帮我带本书出去。学法律啊。
那这些怎么办呢？谢谢。走吧。丽姐，你回来了。小鹏，他是穆剑锋。小鹏是我们医院刘大夫的爱人。晚上好。回来了。
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。沾上我这汗了，湿了。曹操，一看就不是惯透，连冷汗都吓出来了。那你可小看我了。坐呀。小时候，一帮男孩发现了一个被查封了很久的图书馆，有很多书。我们就从窗户爬进去，可劲儿偷。我那时候特别瘦，把那些书捆在身上和腿上，都滚十几本。看门的那个大爷根本看不出来。只是那些书被封了太长时间了，绑在身上合痒。你就是那会儿喜欢上看书的吧？我那时候喜欢的一个男孩特别喜欢看书，我就跟着他看，讨好他。才多大呀就喜欢男孩了？啊，十五岁吧。上军医大之前，可能是因为我情感早熟，所以我爱看文学书籍；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爱看文学书籍，所以情感早熟。你怎么啦？对所有男孩都很好吧？嫉妒啊？我要是想对一个人好呢，就会八心八肝的好，而且只要是我想对他好，谁也拦不住。小口一点啊。你是不是喜欢谁不喜欢谁都特别快呀？对啊。那要是人家还在喜欢你，你已经不喜欢人家了怎么办？谁喜欢你都很快。比如谁呀？比如电话那头的那位呗。怎么，我是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开了，就是很酸，不是醋。你以为我刚才给谁打电话去了？很远的那位呗。是挺远的，起个大早能赶上午饭。小曾，曾古玉，我给他打电话去了。这么晚他能接着吗？他接不到，村长可以接到。你找他干什么？你猜。我猜不出来，走吧。谢谢啊。回家。这么早？啊。知道了，我还有一大摊子事要处理。如果你想知道我找古玉干什么，那就拜托你腾出点时间，在礼拜六的时候把我安排在你那大摊子事儿。
这件事儿啊，